谢谢。加油也没有用了，192票，我隔三层墙啊，我就听到了他这个充满了幽默又嘹亮的声音。我知道吗？就徐志胜来到我们这里之前，我是效果文化嗓门最大的人，就都说我嗓门子大的跟驴似的。现在没人这么说了，我人设崩了。我说这也太卷了吧，怎么当驴都有人抢啊？今天聊网络嘛，我最懂网络呀，因为我原本就是一个快乐的宅男，我快乐死肥宅，天天蹲在家里上网打游戏。后来呢，就有一个网友天天缠着我要跟我见面，我很羞涩，但还是去了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网友见面，因为这个网友叫李诞。他说的挺好的，哎呀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出来喝点酒，随便玩会儿。由打那次见完面直到现在，我们俩人一起工作了12年，弄得人家现在功成名就的，根本就没有时间打游戏，感觉甚至这辈子都有了着落。你说这不骗人吗？说好的随便玩会儿，你怎么还对我负责了呢？之后我遇到了好多人，好多好多人，很少有负责的。现实世界里的人比网友那复杂太多了，你想在游戏里跟人相处，我们一起打过 boss， 那以后就是好兄弟了。在公司里跟人相处，我们一起骂过 boss， 回头你就跟 boss 举报我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而且在游戏里你打出什么装备那都是平分的，在工作里头那装备的分配它也不均匀呢。你看领导有口蜜腹剑，同事有两面三刀，那都是武器啊。我说那为啥我就分了一身防装啊？你看我背了个大锅，还穿了个小鞋。我说同事一个一个都可精彩了，上午一块跟我骂领导，说我们公司领导一无是处，光吃饭不干活。下午他跟领导一起开会，他就说这领导你是辛苦了，我们公司的领导那吃的是草，挤的都是奶。我说咱们领导吃了什么草，吃完变化这么快呀？吃的墙头草吗？所以我不想退网，我想退现实。去年我在脱口秀大会表演的奇烂无比，事业蒸蒸日下，我心想我终于有时间打游戏了，我马上就跟我高中同班的老战友联络。我们中年人打游戏那真的是太热闹了，哄完孩子哄媳妇儿，手忙脚乱的，这边在游戏里抢 buff， 那边在家庭里哄 wife， 维持自己艰难的 life。 可以，还有的人得先把媳妇儿哄睡着了，他才能偷偷的打游戏。就那天刚打没多一会儿，他媳妇儿做了一个噩梦醒了。那个时候我哥们儿啊就坐在电脑前跟他媳妇儿四目相对，得一个噩梦结束了，又一个噩梦开始了。这一天天过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啊。后来我再叫我的兄弟们打游戏，他们更不敢来了，说那再打游戏我媳妇儿都不给我做饭了咋办。我说咋办，用心办，海天拌饭酱，一勺拌掉一碗饭，咱们就这么办。他说太好了，海天拌饭酱我想留下，但是你这个兄弟我能不能不要了。后来我就自己打游戏嘛，自己买装备玩的挺高兴的，结果呼兰不乐意了。呼兰说建国，你都这么大岁数人了，你每天在游戏里今天买个盔甲明天买个宝刀有啥意思，那装备都是虚拟的，那花的都是冤枉钱，还是跟哥们炒股吧。我就去了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后来我的那些钱，哎，没有一分钱是冤枉的，都死得可明白了。我现在确实不花冤枉钱了，因为我没钱了。我现在在游戏里都买不起一把趁手的刀，但是每次我打开股票 APP， 却都能感觉心口上挨了一刀。手中无刀，心中有刀。整个游戏圈说了这么多年，是兄弟就来砍我，只有呼兰真的来了。我现在
从头到尾回想起这个事情，那个感觉可奇妙了。就是当初我正要在这花钱呢，后来说，哎，等一下，说你这个钱呀，这么花出去它多没意思，来，你给我，来，咱们把它放到股市里，来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，嘿，消失了。我说，哇，小浣熊魔术师。我还问呢，我说魔术师，魔术师，这是什么神奇的小魔术呀？他说，哈，大变穷人。网络世界刀光剑影啊，但是现实世界才真的伤人。我反正我会继续学着在现实世界里努力生存的，希望大家也坚强一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王建国。三二一，请锁票。就是你跟蛋总的真实经历是吗？就是网友奔现，然后就彼此负责，共同双向奔赴啊。是，当时也没想到是这样的。你们约在哪儿见面的呀？火锅店。他的网名叫蓝色妖姬吗？没有，不叫，但我叫北方的孤狼。你们当时约定怎么是信号，怎么能够认出彼此？就是我俩太有辨识度了，一个长成这个德行，头发那么短，一个胖成这样。喝的啤酒，喝完之后他得损，喝我喝的里里歪斜，他说你怪不得你叫北方的孤狼呢，就你这酒量，北方别的狼不跟你玩吧。我觉得建国今年状态特好，那个劲儿特别有。我觉得上次我在那个上海采访蛋总，你在后台，就那时候我觉得你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。是，他线下就很难好，他不爱演线下。对，我其实我很怵舞台，但我挺喜欢建国这个点的，就是别人可能都在说网络的时代我们要退网，但是他说的是不能退网，真实世界更可怕。他要说退现实，其实他就是好多那种又可爱又温馨，然后又同时又特别好笑，那些点特别靠谱。我觉得其实这点是特别有共鸣的，因为我多少也有一点社恐，就是线下的聚会我会尽量的去避免。所以我觉得他刚才讲的内容，一定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同类是这种共鸣。是。然后我觉得，因为去年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不知道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是不是？不说了。但是我觉得今年就是因为不是老说什么老是亚军嘛。今年就保持，不是今年没有，今年就冲冠呗，我觉得特别有。谢谢。这么多年还这样，精神抖擞，就跟看一位80岁老头还身体非常好。就是你感觉特别特别特别振奋，他演出的时候应该配着汪峰的歌一直放啊。就我觉得有些。说出了一种老骥伏枥的感觉。对。争取活到80。